去了呢，粉丝找他800年呢，都没有找到。真的真的，还差一名就能上榜，我也太难了吧？没错，一年一度的西瓜 play 又来了。去年的比赛，因为粉丝们的努力投票，我们好不容易晋级了，结果因为疫情原因没有去成，错过了大海，错过了红海，错过了好多好多东西。所以今年为了弥补去年的遗憾，再怎么样也比还要剩下的进不去啊，这多丢人！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一年，班拉有了除直播以外的工作，工作很忙也很累，就算是出去玩也得请假。原本想着就佛系参赛吧，但看到我的铁粉们老早就开始攒票，提醒我直播，四处找我，那我还有不努力的理由吗？麻烦各位大哥大姐、兄弟姐妹，我最最最好的粉丝们，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给我投一票吧！一票就够了，多来几票吧，让我上个榜吧！你不早说，我票都投完了。哎呀，可以做做任务呀！打开西瓜视频，搜索可爱的半拉。点进我的主页，点击下面的2023西瓜 play 嘉年华，就可以给我投票啦。如果票数不够的话，还可以完成下面的任务，给视频点赞、评论、发送弹幕、看直播，都可以获得票票。每个人一天可以获得118票。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晋级，加油加油！